欢迎收看本周的 Kiss 发烧排行榜，我是 Ola， 我是 Rich。Rich 是来说说你吧 ，Who is Rich？ 我是 Rich， 那就是我的主持节目时段呢，在礼拜六的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就是周末最 happy。那就是我喜欢在我的节目上呢，分享一些还不错、有用的或是很有趣的一些生活新知，然后让大家就是可以在礼拜六就是很惬意放松休假的时候呢，也可以充实自己。哎呀，不愧是新闻专业啊！对，那我们来说说看 ，Ola， 你的节目上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新？你的节目时段在什么时候呢？哦，我的节目呢，就是在每个礼拜六的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在 Kiss 放音乐。而且你也知道，我就是我就是很想要环游世界。你喜欢环游世界？对，我从小就自以为是个浪漫的旅人这样。那你就是活到现在，你有去过什么比较特别的国家？我去过最特别应该就是非洲吧，大家等我，以后我就会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非洲多多荒谬好玩。所以现在还不能讲太多就对了。真的太有趣了，留到后面未来慢慢跟大家分享。就除了讲环游世界这个节目桥段，那还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呢？有的，我每一个礼拜都会准备一两首拉丁歌曲。對對對，拉丁歌曲，所以你本身对拉丁一些文化或是语言很熟咯？我很喜欢啊，其实我之前就是西班牙文系毕业的。那你要不要就是跟各位观众朋友讲几句西班牙教学，很快，不要太拖太多时间。好，那就是用我的名字教学就好了，我叫 Ola 嘛，那就 Ola 就是西班牙文，大家好，就这样，很好记吧。你不要那边给我那边笑，赶快讲讲你中秋节要干嘛。对，就是大家下个礼拜，不是下个礼拜，就是反正中秋节就是快到了，那就是。我们今天不烤肉，也不吃柚子，也不吃月饼，我们来讲个中秋节的猜谜好了。好啊，好啊，对。OK、那今天这个中秋节的猜谜呢，问题就是说，中秋节如果到了的话呢，请问哪个地方最适合去烤肉？就自己家啊。脑筋急转弯啦！我就脑子很直啊，怎样？那个答案呢，就是说去动物园。Why？ 因为那边什么肉都有啊。OK， 我们马上进入那个专辑发烧排行榜。Okay. 我跟你讲，虽然现在全球暖化很严重，你真的是帮这个世界降温了不少。OK， 先赶快来讲讲你的华语排行榜吧。就是要介绍的华语榜的新进榜专辑呢，它一进榜就来到了第九名的位置，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一张张美琪《亲爱的世界》。那也是张美琪呢，她暌违两年之后呢，两年多再度发出新专辑。为什么？为什么她就是还等了两年？因为这两年多的时间，他经历过很多事情，比如说他就结婚、怀孕跟生小孩，对，他就是做了蛮多事情的。那这样感觉都是人生的大事哎。对，所以因为这样子啊，所以他这张专辑他的一些风格其实有一些转变，像他就是其实以前都唱情歌比较多。哦，对，他的情歌都很好听。对对对，怎么你不在我身边？走音了。对，所以他就是这次风格转换就比较有一些关怀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温暖的感觉。你的关怀是指说对人吗？还是说就是土地？因为我发现他叫做《亲爱的世界》。对，《亲爱的世界》，所以因为他就有说他以前就常唱情歌，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就是其实大家就是忘了这片土地跟世界的美好。他也希望是大家听了《亲爱的世界》这首歌呢，就是可以去多关怀我们的土地、我们的世界这样子。所以感觉这张专辑听你这样介绍起来应该算蛮轻柔的。对，这张专辑其实它也是蛮抒情，就是很舒服的这张专辑，其实很适合在就是晚上啊，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或者是在你在翻翻书、看看书当文青的时候来聆听这一张都很不错哦。哎呀，难道我们 Rich 是文青？我看起来不像吗？看起来不是很变态。Just kidding。好啦，既然你那么喜欢抒情的，对，但像我就是比较大的反差，我看起来应该就是还算文静吧，不要讲话的话。就是傻大姐的型啦，傻大姐。对，既然你刚喜欢抒情呢，其实我很喜欢摇滚的那种，我不敢真的喊。你刚刚那个 rap 没有 rap 的很大力，你知道，因为你装酥软。我不敢真的喊，我怕爆麦。对，所以呢。这个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也是在本周，然后一进榜就马上也到了第九名的位置。第九名是哪一张呢？就是我们的摇滚天团 Linkin Park 联合公园。我一直都很喜欢他们，我是他们的死忠粉丝。
是哦，所以你觉得这张专辑看他们以往的作品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哎，对，说到这个，我觉得每一个歌手就是一段时间后，其实他的作品都会有一点点改变。然后 Linkin Park 也是，因为他们之前就是真的会完全的摇滚、摇滚啊、重金属之类的，对对对，就很抒压。可是他们这一次其实作品，我觉得比以往都还要抒情了一点点，所以算是很大的转变喽。我觉得算对，就是因为他们以前算是很就真的很特别，就是完全嘶吼，可是这一次就没有了。而且他们这一次的歌词啊还是旋律，我觉得都多了比较多那种振奋人心励志的成分。励志的成分，因为他们之前可能会唱比较多是那种他们本身啊对世代或是身边的人的愤怒，可是觉得可能经过一些历练之后，他们现在是转多了一些关怀跟温暖。对，差不多。他们也只是经历过结婚生小。哎、欸，他跟江美琪不一样，不一样。对，所以就是比较励志，然后比较也是比较温暖一点啦，我觉得。所以呢，只要是他们，不管是不是他们的粉丝，我都很真心推荐。One More Light， 光芒再现。是的，那就是很感谢大家呢收看本周的 Kiss 发烧排行榜。那就是除了在 Kiss 发烧排行榜呢，本周可以看到我们两个现身之外呢，其他时段也可以在我们节目主持时段就是收听。我就是主持礼拜六的下午4点到晚上7点的 DJ Rich。对，就是周末最 happy。好啦，你看用你的暖男的声音去融化整个城市。那你的节目时段要不要最后再跟大家就是在工商服务一下？好哦，好哦，我就是每个礼拜六早上10点到下午1点 Kiss 放音乐。欧拉跟大家在空中不见不散，拜拜拜拜。